然后把这五线谱上面的教你们怎么样记。哦，你用 base FACE 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ACE 也可以，你想用我的方式也可以啊，你随便你，你就找一个方法记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记。哦，比如说在这个上面，这个线上有个什么音，这是什么音？哦，一定是 G 哦。在这个线上是什么音？哦，咪嗦西瑞 B， 对不对？一定是 B， Re 就是 B 嘛，对不对？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记。哦，低音谱记号，这里有一个音的话会是什么音？那还是 D， 那个是 D， 很 Re 是 D 嘞，哦，然后如果在下面呢，拉法雷西手记，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记，哎，非常快。这样子的话，你一看到这个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咪一，对不对？琴上面就是弹 E，OK。然后呢，像这个嘞 ，G， 所以琴上面就是 So G， 对不对？一样的嘛，这个嘞。G， 只不过这个 G 要你弹几拍啊？三拍，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二三，嗦嗦哆哆哆咪哆瑞二三，是不是？马上你前面的第一要弹课就已经全部都在这里了 ，OK？ 还有这个几拍，几个休止符，所以你一定要做功课的，一定要回去做的。尤其是零基础，你不明白的，你一定要回去搞定。头两堂课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作业有人检查吗？因为我做完也不知道对不对呀，啊。有答案，你后面有答案。哦，后面有答案啊。后面有答案，对。答案有抽签。然后，如果你不明白的，你赶快找同学问。像我们有些键盘班的同学，就是因为上键盘课，所以大家就互相认识，然后这不懂赶快，有一个同学他就干脆另外的时间找另外一个人坐下来，赶快把他全部再做一遍。中间有问题可以在群上面可以问。对，你也可以在微信里面问，不明白要赶快问，你不问你往下走，你一大堆问题出来。OK， 那到期中考了，弹不出来，怎么办？有的人期中考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那边练。这样不行的，所以要真的是要一定要加把劲儿，我们刚刚把第十七页也教完了，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的？有没有不清楚的？没有。我该教的我就想尽办法教你们 ，OK， 把你搞懂为止 ，OK。对对，但是这个比较重要 ，OK， 这个比较重要。头一堂课、头第二堂课，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节奏啊，拍子。然后音名、记谱都是最重要的，你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有同学讲，前面多花一点时间，后面他轻省很多。哦，启蒙的时候不花时间，你好麻烦呢，越后面越难。哦，好，第十八页是四分之二，二四拍，就是二四拍子记号。这个就是什么？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好。你四四都会打的，四三也会打的，你二四也会的，有什么困难呢？啊，你要回去做这些功课好吗？我就不一个一个来讲了。十九页也是一样，十九页全是功课，你要回去做。哦，把休止符填上去哈。然后呢，第二十页符杆刚刚讲过了，符杆是什么？棍儿嘛，就那棍儿，对不对？扶杆向上，或是扶杆向下，对不对？刚刚讲过，就不能随便乱画。所以能明白啥时候往上什么时候？有要写，要有写。有中心向下。中心可能在这个二十页的中间，哈，在中线上或是高于中线上的音，扶杆向下；在中线以下的音符，扶杆向上。这边都有讲，对不对？二十页中间。就拿那个例子吧，那个。所以你们要回去做这个作业，为下列的音符加上符杆，好吧？自己写哦，哪个应该向上，哪个向下，千万不要搞错了。哈，这个还比较清楚嘞，这全部都是高音谱记号，我应该考你几个低音谱记号的。你要符杆向上还是向下？一样啊，中声中杆一样的，没所谓。是吧？好。有没有问题？好，我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个，你们要上厕所自己去上。我今天好像没有空给你们真正的十分钟上厕所。
哎，上个礼拜不是弹那个手哆来咪咪，要他们要弹，弹弹弹弹。大家都能弹吗？上个礼拜的功课，嚯、哦，大师兄不放过你们了。没有，我们第四期就没有盯这个课，大家就落了。对呀、啊。所以盯你们大家。有没有弹啊？有。You are my sunshine。我可不可以每个人都弹给我听一下？对，第十三页。教材的十三页，你是我的阳光那个地方。就教材，两本书就这个是技术的指引，这是教材。我们上次就谈十二十三年，没有生死。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个怎么一朵非常简单，然后十三年，十三年，非常简单。那是收的，别问我，每个十块，每个收一块，自己讲出来。不要不练，我要一个个下来看。不是，你要把每天要整个拿出来，都一个吧。都。键盘课开始，所以你们最好自己在琴上面练。这儿会不会？对，英文。都不懂。因为听说，对，这也是会点说话就得说，或者是用。这个。还有就是其他的，数学、理科，怎么这么低啊？对，他对，你别贪小便宜我。要每一个人下来看谁 ready 的，要弹给我听的，谁 ready？ 好。所以你到现在第一次看到这个，什么是中央级的？对，三四，对，这样子。
是这个音的语言，经过今天的这个今天早上的这堂课，应该会好很多。好像有好一点，对，节奏稍微比较稳的，对对对，所以他就好像会加高它。嗯嗯，对呀，就像没关系，最后还是很低。最好还是自己打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你的脑袋就在那个前面这样保持这样节奏，你打开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音你先打这个，你用手先打，我替你弹一下。一二三四，你先打开看。帽子这边有两开，这个帽子向上，所以这边有两开，一二三四，对。
然后就是一二三四空才进来，因为第一拍是第一拍空就是他的那一个休息这样子过去的那一拍，加油加油，前面这边也要练哦，前面这个，对，这也是功课，对啊，好，快看啦，看一下。你们练习要把这个再插回去。哎，好。不会笑的话，你不用插。插的时候给他一个棍。好，张。一、二、这个不用换气，这是修拍，修拍，对，换气的，对，应该这就是。
一二，所以你看这个的话，你看它就是我们刚刚学的一二，然后三，但是我们比较小，就是这个是对应这个一二，这个三四，然后这个是一，好，这个一，然后二三四，二三一。一二三，不对呀，就是我刚刚早上学的。这个在哪里？对，所以叫换换一种，对，就今天早上学的啦，对，太乱，对，有点乱，这个，但这个还是还比较容易跟嘞。再往下走就更难跟了，对，完全被干扰。所以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对，再往下走。你唱的完全，你唱的很顺手，对，没错，我就听观众听到他就这种，对，一定是太有才了，是不是？我知道，所以我想跟我们一块看一下，关系就是，跟着跟着下走，一定是把钱上上到，听见声音的应该跟他，对，那就会好一点，对，为什么就没劲？因为没劲，但是听上去，听上去。这个
我就稍微把那个把那个
已经很好的地方，那就现在肯定还撑着撑着，对，撑着对，撑着也会有点难受，那肯定的，对，这个撑着应该都不会，还有这么练的。嗯这左手也得这么练，左手也得这么练。左手就是这个，跟不上，然后还有就是相相相爱与相聚在一起。哎呦，那你今天这个是什么时候分的？既然说没有分，之后真的要进步的话，这些东西要肯定的。这边可以吗？对，四个月。这儿有一张卡。这儿有一张卡。我那天要左手对吗？听力课。我是觉得，如果是古典，有时候一支古典左右日本也是新买的，
你们心里可以练左手啦，十四页、十五页这种，对。前面是十二、十三，是右手，现在左手，可以练练左手。哦。左手啊，还是右手？还是这个，对吧？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这比较难。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应该是练左手去了，好好练，练。小时候练习的时候，他给我练过十二个那种。对对对，几点几点？我上个礼拜，上个几个小人。那家老方家，五个小人。这丽云知道，好。到第十。马不让就变成。开始的回忆，继续的回忆。第十六页看完了，对对对，第十六页。其实你可以忘了它。好。哦。没搞错，对，应该看蝌蚪，是吧？应该看蝌蚪。一定要知道这个是 C。就算念就来念 C 第一。好，请大家看这边一下哈。基本上今天的功课哈，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是到十三页，对不对？十二、十三，然后都是右手，对不对？所以今天是左手十四到十六。所以基本上，如果今天十四到十六，就表示你从十二到十六你都要会，对不对？你右手会了，左手就会了。右手搞不定，左手怎么搞定呢？对不对？你看一下你的这个十二页右手是跟十四页的左手是一样的，只不过左手是第八度，中央七在下面一个开始。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十二跟十四是相对应的嘛。但是十三页呢？十三页跟十五页是相对应的。十三页跟十五页是相对应，十三页是右手嘛？你右手你是我的阳刚会弹的，那你左手你也应该要会学会弹啊。所以这个礼拜的功课，那么十六页的话是双手一起，这是很简单的。十六页，哦，十六页的双手，有没有问题啊？大问题。你们赶快要加油啊 ！OK， 这个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刚刚之前说过，第三堂课以后，你要越来越难的。这个是最简单，这个练不熟的话，你下面你怎么办呢、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OK。您说的熟是指手法的熟？手法熟，节奏熟，节奏很重要。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二三四。然后今天早上教的这些就是节奏，你要看的任何这个东西一上来，你就知道几拍怎么打拍。一二三，四十拍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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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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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你一定要会这些节奏。这两堂课就是要教这个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启蒙、哦、再往下走的话没有时间回来给你 practice 启蒙了，因为下面东西太多了，但是全部都要 rely on 你前面会这个，你不会这个你往下走你就越来越懵，根本没办法跟。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这两堂课你是零基础的，你赶快回去把这个抓清楚，最好下个礼拜来之前你赶快把这个全部都搞定。还有就是讲的音名，音名就是记谱子，在五线谱上面有一个音是什么，是 A 还是 D 还是什么，然后这个低音谱记号又是什么，一定要记住，
好不好？因为你第三堂课以后，你还有更多要记，24个大调，我先提醒你。哦，那个记日你真的快要疯掉了，真的是。呀，因为启蒙啊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谈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们就是一天到晚搞这个东西，就谈了几十年，所以把它当作像玩具一样。所以为什么会可以拿到谱子就可以弹，就是因为我们天天都在搞这个东西，啊，所以同样的，这个课所有弹乐器都是需要花时间的，你没有花时间就不会这个东西了。既然大家花了时间交了钱了，你也不想要白，我都不想要，你不会我都不想放你走，根本我就要把你教会了才能走啊，但是还要靠你练啊，是不是啊？嗯，啊，你要说什么？拜尔的话，哦，拜尔，我上次先讲东西，然后有点不顺。OK。拜尔好像这里。第三。拜尔是在乐理自学指南的最后哈，最后那一部分，是 B 三对不对？对。B 三那一页其实跟你的这个，跟这个，有一些跟这个教材16页是一样，重复的，连17页。就是后面就是。当我用水第三页。拜尔钢琴第三。是什么？没有，是拜尔第三页，我觉得第三。第三对，或者是三七。B。后面在后面。对呀，手连弹。也拿到后面。哦哦哦。因为后面两本书讲，两本书混在一起，所以这个用 B 都用。这也是作业是吗？这也是练习对。对。你的作业我们都写在黑板上，每一个礼拜都拍下来，然后发到微信上。写一下，拜尔写一下 B 三。对，我知道，你们静静。为什么这边也写，这边也写？没有，这是练习啊，有些不用练了、啊，其实讲过，但是也基本上今天一样。哦。那有些不是。就你是说下个礼拜9月10号？不，这个礼拜。这个礼拜今天的功课。想回去练，今天教过这个，但是练这个。嗯嗯嗯。复习这个练太难。练能太近了。嗯，大家看得懂吗？对，那个 B 三的最后一题有点难哦。最后一题 ，B 三的最后一题就第七，它的弹法是什么？上礼拜就把那个你是我的阳光发给你们的都有看，对不对？对对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同学们都会说啊，老师你把那个拜尔第几首发一个 video 或者视频给我，我也会这样做哦。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他要看那个手型啊，怎么弹，对对对，都可以这样做。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他这个 B 三的最后一个哈，刚刚讲的那个七哈，你看他的这个是什么？它是高音谱记号，大谱表没有低音谱记号的，你看到没？它的这个是它的高音谱记号跟高音谱记号一起，是不是啊？对。所以就表示它的左手跟右手都是在中央西的往右边，知道吗？
好，如果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什么？左手是在位置，右手是在高八度的上面。哆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咪嗦咪哆咪嗦咪哆咪嗦咪哆二三四，拜尔是这样弹的。老师到时候把那个录下来。对对，这个很重要。那个 PDF 的录下来。对对对。不是录这个，录这钢琴啊，你录这个。录那个有 A B C D， 没声音啊，那没声音啊。结合这个，了解喜欢看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要记住，就是你看那个谱子上面，它两个都是高音谱记号。哦，但是大谱表有的时候它下面是低音谱记号，低音谱记号那就是在中央西往左，对不对？左手，这要注意哦。哦。哇。已经有人在叹息了，叹息。对，真的要只看看吗？没有，我知道，我知道。还有15分钟啊，你们继续排，继续练啊，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哈。那你再看一下，这个是第七个。我建议大家赶快把那个你是我的阳光，还有那个拜尔，先把它抠一下。越不会的，趁我在的时候，你说老师，你来帮我看一下，我弹这个对不对？我可以过来看一下哈。那我就把这些发到群。对。是同学的吗？哪里的？第七、第三。对啊，啊？哈哈，有点拉。这种。啊？这种。这是德国，这是德国，
是不是啊？对，你指法你怎么弄的？你可以不跟他有跟不跟他有所谓了，就是无所谓什么不对赢了什么之类的。这个没关系，这个因为这个还是不用说什么，我们不是很怕死，很有这种声音强，就是舒服啊，舒服很重要。那个东西还是说，其实这个要不一样，我是跟亲友啊，这个是 OK， 对，尽量放轻松，这个地方要尽量放轻松，对，要不然到时候出什么问题就不行。加油加油！他们几位也是，反正都一样，二线。对，这堂课杀一个五三位是的，对，觉得他们讲历史系的那个对，赶快加油，就是如果浪课几位上面去看，对，都看得到嘛，对。